不炫耀天真，瞬间化成一路走来的伤痕。啊，我送的就是一个滑雪棒，还有滑雪镜，因为哇，因为现在马上就要到冬天了，然后呢，啊，我也是非常喜欢滑雪，就是抽个空拿这个去滑雪，嗯，当摩托的眼镜也不错。这个头盔呢，真是蛮重要的。嗯，我这滑雪没个头盔，差点脑震荡了。